死亡护法大老虎，全台火锅店大抽查，网站怎么不见了？菜单怎么不见了？被披茶系鼎王慢半拍的台中市卫生局，昨天终于出击，前往稽查鼎王集团旗下月咖啡及吴老锅火锅餐厅，共带走八种食材、九种汤头及蘸酱送验。检验结果预计一到两周出炉。其中吴老锅的慢波鱼标示不完全，而月咖啡的桂花未完全标示来源与保存期限，咖啡豆只标示进口商，被标示保存期限，通通都被要求限期改善。他们在网络上的资料是说，他的这个咖啡豆是用全台湾唯一的一家合格的咖啡工厂生产的，那这个是进口的，那到底是怎么样？这个我们回去之后再查证。卫生局还发现，鼎王集团官网持续处于维修状态，旗下餐厅菜单一周前就全部回收，似乎规避稽查。卫生局重申，如果鼎王配合度差且犯行重大，最严重不排除勒令停业。卫福部食药署署长叶明公也痛批，鼎王是不法的大老虎，除了已经开罚380万元，还会持续稽查鼎王旗下各分店，并将抽查全台连锁火锅餐厅食材，让民众吃得安心。鼎王旗下各餐饮品牌都已不见排队人潮，但仍不乏死忠客人。就香港客人来说，真的挺好。我刚刚才知道，不我都管不了那么多，反正吃得挺开心就好了。动新闻，至少现在不用订会。报道。